这把人看不穿，不亏不作为要们为明天。行了，冷静好，冷静好了，听我一句，你也不要五千了，你也不要一分不抽，这样对吧？2500咋个样？哦哟，咋可能太多了？哦哟，咋可能太少了？梁哥，咋说？我还你说，你昨天都做哪个事情啊？是你命中注定呢？咋个说？故意来气我个啥？哎呦，哎，你说过了，不要老爱伤心烦在一起。再优秀的青年，都做了单身个阿流子。你看这本书上写，双鱼座的人自个月有灾，日有不慎，会遇着小人，有口舌之争。哎呀，这真是封建迷信了，真的，看书不看的有用了吗？你咋个晓得不得用啊？你要是早点看见这本书，说不定昨天的事情就躲过去啊。在呢。啊，你看这点还写着咋个转运呢？咋个转？转运颜色灰色，转运方向东南，转运物品不易。灰色不易。亮哥，要么你挨整个买条裤子嘛？你看这三条还能复活啊？哎呦，那乱七八糟呢，真的。这本书可是张新凡送给你的，专门拿来骗小姑娘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你不信我算了。收了，哥。哎，关门，你查。好嘞。张新凡，耶，有事啊？没得事，随便喊喊。哎呀，芳草没在我这里，真的。哎，我两个就不能聊点别呀？哎呦，那你跟我说说，我这里有什么吸引你啊？你吸引我了吗？我啊！关门立场。有事快说，快下班了。哎，你那皮裤子咋翘得很嘛？我整一条。就这个事啊？啊，你穿多大腰，我给你找一条。哎呀，我最近长肥着，小滴滴的，没事量一下。哎，我说你，让我回去，关门立场。我就要这条，就这个啊。嗯，好嘞。哎，这条裤子咋个摸得比上一批薄嘛？一样的货怎么会薄呢？看字也不对嘛。哎呀，这一批货和一批货有些误差是正常的。你也是做服装的，这都不懂？正常呢。你要是不买就算了，我还着急收摊呢。嘿嘿，张新凡。莫让我转眼了，说我咋个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你可是擅作发达，以此充好啊？你别乱说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没得良心赚来的钱花得太少。这赚钱各有各的道，你操什么心？你两个是在挑战我的耐心，可是？要讲他们回家去讲个道。讲。兔子，你咋个又来了？哎呀，钱我都赔给你了嘛，好，你还来整呢？你莫告诉我你的支票又打湿的了个？哎呀，你还烦了？啊，我比你更烦。看看，你卖给我的破风衣，穿一天都烂了，怎么办？拉不拉管我那瞎干整呢？反正又不是你花钱买的。哦，这怎么不是我花钱买的？我损了你一些钱呢？最后你赔我多少钱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是高价买的，我里外里花3000多呢。我，哎呀，你爱咋个算咋个算，你赶紧砸了，莫来我这里。但后面说拿东西打湿的，我倒是赔不起个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在这儿，你别在这儿给我这撵我走啊！今天你不把这些问题给我解决了，我今天我就不走了。你要我咋个解决？赔我钱？我凭哪样赔你钱？哦呀，你在这里耍无赖个啥？你说我耍无赖，你居然说我耍无赖，我看你才耍无赖呢！乡亲们呐、走过的路过来看一看呐、黑心店主耍无赖了！就这个兔子啊，他卖我这风衣，刚穿了一天就烂了，不承认还说是我耍无赖，你什么人呢？你是？
主要是我替大家担心呢、啊。一个黑心店主可以坑我，他也可以坑大家呀。卖的衣服居然跟纸一样的薄啊！不光这样，他还是个贼，是个小偷。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了，你自己穿烂的，你来赖我呀？你居然还说是我自己穿烂的，你这个兔子！走过的、路过的乡亲们呐、啊，我冤呐、啊！我们要打倒黑心店主！是啊，这质量不好的东西你不能卖，昧着良心挣的钱，你夸得烫手啊！我的衣服从来都是质量过关的，我从来不昧着良心砸价。九嫂嘛，两姑买的东西都是好的，她绝对不会拿次品当好的嘛。哎呀，小妹妹，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呢、哦。你跟她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有特殊的关系呢？这个衣服是你帮她进的吗？是你帮她卖的吗？既然都不是，你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？你要有良知啊！好了，你说这个。芳草啊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陈信发，你莫来这里就是我。哦哟，你们两个干嘛？唱双簧是不是？唱戏给我看是不是？啊，维权，维权！乡亲们，跟我一起喊，打倒黑心店主！哎呀，表草啊，两国一批货里面总有一两件是不太好呢。嗯，就像人民币啊，也有错版的时候。个货啊，好，好，算我倒霉。你再说一遍。算你狠！乡亲们，他承认了。承认就好，早赔给我钱，哪儿这么多事儿啊？乡亲们呐，黑心店主终于屈服了。赔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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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。你最近可是得罪着什么人啊？啊，哪个？这两天你净逮着些外人外货外事情，可会有人给我去安排啊？你那意思？你不觉得有点奇怪？你是说有人故意要搅我的生意？哟，反正我觉得这个目的有点不单纯。哎，是哪个那么下三滥？不要问你了吗？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张新房。张新房，难道你不觉得？哎呀，我早点换意思的哟，我跟你。哎，李亚三，帮我看着一下好不好？嗯，不帮。哎，我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呀，哥要上个厕所啊。哎呀。什么过啊过呢？我跟他也不熟了。就是。哎呀，别闹了，我憋不住了。哦，大姐，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没事我回电视睡哈，哥哥。好嘛好嘛，一起开个哈。哎，大姐，你帮帮我嘛。哎呦，不是大姐不帮你啊，实在是大姐没有骂过家伙，认不得你家伙总在骂。大姐，你话不能这种说，得罪人噶。招呼明天你电视也来一个碰瓷客。爷爷，他孙子又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喂，张总，哎，我按你说的已经做完了啊。那个，你看你什么时候还我钱？我还要去？我不都按你说的已经做完了吗？你该还我钱了呀？你怎么不说好的吗？我干完你就还我钱吗？你喂？张总，喂，喂，今天我们就当着面把话说清楚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山娜呀，那个激动啊！哎呀，恼羞成怒，气急败坏。大姐啊，小草，你们快把我气死了！是啊，我是上了访单，但是我也降价了，这不坑人吧？王亮蛋店里发生的事情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！你们怎么能说那个人是我找来的？哎呀，你就别解释了，说这个都是借口。我有个产业是总数量，两人子两二百两，谁让你赌输输了？我大姐比二百两多呢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胡了胡了，三百两，三百两。哎呦，我的这个心呐、啊！
我快被你们两个给冤死了。这王亮蛋知道我上访单是在那个男人丢包的第二天，我怎么可能先报复再结仇的？不，这过去不好说了。为了芳草，你跟王亮蛋不是早就结掉仇了吗？就是。李小超，你就认定我了是不是？好，你说我怎么才能证明我的清白？除非你和阿姑人找出来。好，我豁出去了，我非要把这个碰瓷的人找出来，要不然我跳进黄河，不，跳进大关河我都洗不清了。喂，这种个好啊？哎呦，好不好还不是只能这种，真心放他主意多路子一，叫他个查个，说不定能查出一点什么。当当当，兔子，猜猜我是谁？咋又来了？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俗话说得好嘛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成为老朋友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来这么多次，我对你都有感情了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那感情太贵了。哎呀，我们之间谈什么钱呢？多伤情感呐！我求求你了，你花一招可看你好吗？不，你怎么说我是坑你呢？秃子，我绝对是来照顾你生意的。你就明说得了，你今天来是打算来我这里赚多少钱？那是我直接给你算了。啊？曾新芳啊？啊，给碰瓷你有？哎，曾新芳，曾新芳啊？曾新芳，你跟老娘去了？干什么呀？啊，给碰瓷你有那里面黄金啊？在哪里啊？就在你的对面。哦，来的正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找谁呢？就是你了。哎呦，你就算多叫你弄个杯子有个难用啊。你不懂的，过去看好戏走。你瞎买我不卖个行了。不是你傻呀，你憨呐、啊、宿舍门的买卖你不做了？你就当我傻，你就当我憨，我就是傻瓜，我就是哈包，我惹不起你，我躲得起吗？别呀，亮蛋，这来的都是客嘛，对不对大哥？不急不急啊，别人来了咱不管，您来了我们要五星级的服务对待你的。想要哪件我给你拿。你看看这位兄弟是做生意的人吗？哦，那啥你啊？啥你啊？啊，啥你啊？我要啊，那个啥我来。那我就随便看一看，好吧？那就不劳您动手啊，我来。需要哪一件呢？啊，那这件吧。这件好嘞。那给你弄了。这样啊，衣服穿在你身上，炸线了、裂口了，跟你没关系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哎，来来来，扯上扯上。来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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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杯子啊！爷爷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就兄弟，就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你对不起就完了。啊，这个杯子是我祖传的，商周的。不是，兄弟，你开玩笑，你这不讹我呢吗？是不是？我怎么会讹你呢？这商场里的人都知道。这个杯子啊，是我太爷爷的太爷爷的太爷爷的太爷爷传下来的。少来！什么你太爷爷？什么商周的杯子？商周就没有玻璃，商周有玻璃，它也不能做成玻璃杯啊。这个文啊，要是没有文化，太可怕了。商周的玻璃杯，那都是西洋进贡的，你懂不懂啊？就是。我不需要懂，商周那会儿还没西洋呢。我不管。你不管，我还不管呢。这个杯子是你打碎的，你要赔的，至少值三百万的。三百万？哦，三百万？你穷疯了！我就是把前列腺卖了，我都卖不出这钱来。必须赔！我不赔！哎，你赔给哪不赔？就是了嘛，按你祖传的杯子靠碎的，凭什么不赔？就算嘛，你要是不客气，就表现走啊！我不赔，我不赔！哎呀！啊啊啊啊
啊啊！我的眼睛瞎了！就算是要赔你医药费嘛，也要给医院先看看多少钱的嘛。哦，别，三月医药费多少我掏。不用了，晚了。刚才我一只眼睛还能看得见，现在我两只眼睛都瞎了。感谢你在身边陪着我。刚才说要给我医药费的是哪一位啊？哎，首先我谢谢你啊，但是我觉得你把医药费还是折现吧。我自己拿着钱去治病。如果你们实在不落忍的话，你们可以给我找只狗或者找个竹竿什么的，我也能回家。哎，这个怕是不行，我们要对你负责任。没关系，把钱给我就行了。哎，我们还是去医院吧，可别耽误了你的病情。我花钱没事的，你怕你遭罪？不用了，直接给我钱就行。哎，光看医院咋会得行啊？刚才你不是咬死了吗？眼睛是住真心房抠瞎的呢。哎，要不然我们报警嘛？警察一来，我们就真相大白。报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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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我看见了，我又看见光明了，奇迹呀！那个刚才是你说要给我医药费的事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们折现的事继续吧。钱给我吧。啊，这个事不急呀。啊，你既然好了，我们先谈谈那个我那个商周的玻璃杯，你要赔我多少这个事情啊？是不是眼睛好了嘛？玻璃杯300万啊？行吧。玻璃杯是吧？哎，玻璃杯。玻璃杯是吧？玻璃杯呀，玻璃杯呀，玻璃杯呀，玻璃波窝波乐一离波 A 杯。你到底咋个说？你到底想宰哪呀？我，你要在这里抓财弄鬼呢？你以为你搞的这个烂事情，我就不认得你一个是？你误会了，我其实是来还钱的。你不小说，有高呢，闺蜜他，丢给他东西。哎呀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事情是这样的。情况就是这样的。哦，那照志总说，你也是被逼无奈喽？我可不是被逼的嘛！我不来折腾你们，那张世泽就不还我钱呢，所以我才能干这种事儿嘛！你说，张三婶咋你得敢跟他多交道呢？我跟他打交道的时候，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吗？这不一看钱一还给我，我马上把骗你们的钱就给你们送来了。我也是好人，我老这么折腾你，说实话，兄弟，我也于心不忍。我们这种扛来，你不是坏人，坏就坏在给我姓张呢。妈呀，妹子，感谢理解，感谢理解。是了，我们两个也算是不打不相识。那赵志总说，以后我进货也跟你那点瞧瞧啊。兄弟啊，我惭愧啊。俗话说得好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哎，你这肚子里面能跑赛车呀！啊，你这个不会也是商周的吧？我是三周呢。生活是超级大市场，而我们就是。